在11月17号早上，在植物园麦当劳下来那个一个配置的送货配置箱，看到这一幕，我吓一跳。一个普通自提订单，你跟我讲那些？啥叫送货上门的？送货上门的，我肯定从英文读得进去。是啊。你从，如果是送货上门的，你不能英文。再加上再说一句，一个普通自提订单，你跟我讲那些？啥叫送货上门的？送货上门的，我肯定从英文读得进去。是啊。你从，如果是送货上门的，你不能英文。再加上再说。